巧哦，还想说你手机怎么关机，原来在看电影啊。你不是说你要回公司加班吗？你怎么在这啊？哦，就刚好跟秀美在这附近晃晃啊，没想到遇到你耶。哇，好幸运哦，我可以搭你的车回家耶。秀美，我的车可以回搭咯，你也赶快回家去，不要担心我。好，拜拜。你看起来好年轻哦，还在读书吗？大四。哦，那快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？哎，想考研究所呢，还是找工作？马哥建议我出国。哦。你家住哪里啊？你看有话要说，说吧。什么？喂，陈宁，怎样？哦，我刚结束了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好像不怎么样哎，陈世洲说看过我以前拍的短片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人家要不要用我，心里自然会有定数啊。谢谢你介绍啊，你现在随缘啦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戏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哎。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总之，谢了。哎，我有插播，再聊喽，拜。喂，七妈咪，经验分享，好啊，什么时候？七妈咪，这个场面这么大，应该不止100人吧？哎呀，放心啦，这个算小场的，我们还讲过上千人的嘞。可是万一他们不喜欢我的演出怎么办？他们又不像慈济的师兄姐一样可以对我这么包容。说你所做，哎，你不进去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不喜欢你呀？你这本看很多次的齁。对，前几年我的婚姻生活很不开心，这本书是我老师送我的，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。我知道今天你本尊要来，一定要请你帮我签名，当我的见证。祝福。当你看到天边那道云彩的时候，就代表已经雨过天晴了。谢谢。来。也请你帮我签名。我，你也是季妈咪。热烈欢迎季妈咪季静阳师姐与云彩飞扬的女主角林嘉丽。今天的分享很棒哎，谢谢您，真的好精彩，下次还要再来哦。谢谢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满心欢喜？天哪，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分享真的会让人肾上腺素飙高哎！观众的反应真的是好好哦，观众的回馈真的很实际，对不对？嘉丽过来困了，哎呦，卡细声嘞啦，啊，伊都喊来回来，啊，你嘛可以加困煞，哦，可怜哦，听讲拍戏哦，拢安尼无眠无日啊，目光安尼见摆回来，拢一直咧困。哎呦，人家你吼，哎，就真喜欢，真欢喜啊！苦路三更有顺风。归船平稳临西东，再晚复早无输过，一路烟花妙运通。啊，你头拄仔是在叫啥？啊？
阿伯讲是安怎甲你讲？无啥啦，是求观音妈给你一个好的姻缘啊。阿妈，啊，哎，唔好啦，阿妈，哎，啊，阿妈，我先带阿姨带吧。哎，等下，等下，等。哎呀，赶紧啦！唔是讲要住一礼拜。阿妈，我甲你讲，有人提一个剧本哦，我讲我足介意的。啊，不过我甲制作人讲说了后，我感觉人敢若无想要找我，我就足伤心。啊，不过拄则我收到通知，讲要找我，哎呀，我足欢喜，我先来去台北啊。哎、欸。工课找我啦，新的哦。啊，我即马要转去台北。呐，即马表演真侪人找我，拢无当呢。大家吼，拢足喜欢我，放心啦，哈。